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国宝档案》。苗族鼓舞啊，是苗族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。您看，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描述的呢，正是苗族鼓舞。通过对它的探秘呢，专家发现了苗鼓的神奇作用。在古代战争中啊，它能传递密码情报；那么在现代生活中，它能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张神奇的照片入手。林十九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他为研究甲骨文书法投入了无数心血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林十九从1964年出版的文物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由五部分组成。文物杂志给出的解释是，这是一幅敲鼓的图案。凭借对甲骨文的多年研究，林十九认为，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图案，而是一字和多字组成的图形文字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林十九来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一面铜鼓，这面铜鼓为单面鼓，直径大约50厘米，与高度大致相当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颜色有些灰绿，鼓面上纹饰非常精美。然而遗憾的是，鼓面中心的图案为太阳，无法为文字的解读提供线索。林十九只好将这件事放了下来。到了1983年，中国当代著名古文字专家康音的《古文字学新论》出版，林十九马上买来翻看。令他十分激动的是，在这本书的第82页，林十九再次看到了那个文字。在这本书中，康音给出的解释是，这是一组描写乐舞的场面的缩写，有二人击鼓，二女在鼓的前后歌舞，而非在鼓的上下方。康音还认为，这个文字是阐明生活习惯的文字。林十九从小生活在湖南，他听说在湘西地区，人们常常在打鼓时跳舞，在跳舞时打鼓，鼓和舞紧密结合，共同构成了湘西苗族鼓舞艺术。结合康音对这个文字的解释，林十九变得敏感起来。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会不会就是远古时期的苗族鼓舞艺术呢？为此，林十九专门来到了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，观看湘西苗族鼓舞表演。德夯村被誉为天下鼓乡，在德夯村的仓库里保存有大量苗鼓，这些苗鼓大多为红色，少数为彩色，每面鼓重达几十斤。烈日下，五位鼓手打得十分卖力，原本安安静静的小伙子马上变得生龙活虎起来。他们身姿矫健，边打边跳，尽显阳刚之气。鼓槌上的丝绸也随着鼓点上下翻飞，非常漂亮。苗家姑娘也毫不示弱，她们虽然力量不及男子，但却更加轻盈。打鼓时，身上的银饰上下起伏，叮叮作响，十分具有观赏性。最后，苗家姑娘以4个360度转身动作，结束了这场鼓舞表演。看完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后，林十九更加坚信，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正是苗族鼓舞艺术。在他的提议下，天下鼓乡德夯村的很多鼓面上都印上了这个文字，以表示对苗族鼓舞艺术的传承。
虽然这个文字的含义呢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，但湘西苗族古舞的丰富内涵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。他们发现啊，自苗鼓诞生起，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而且呢，在古代战争中，苗鼓还能传递密码情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史料记载，大约5000年前，皇帝和蚩尤在涿鹿，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涿鹿县展开激战，史称涿鹿之战。刚开始，皇帝屡战屡败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皇帝将一种名叫夔牛的神兽杀死，并用它的皮做了80面鼓。这种鼓打起来声震天地，蚩尤的士兵听到后，仿佛被雷击一般不知所措。而皇帝乘胜追击，不仅打败了蚩尤的部落，还杀死了蚩尤。战争失败后，蚩尤部落不得不向南迁徙。蚩尤部落就是今天苗族的祖先。在涿鹿之战中，鼓的神奇威力给苗族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此以后，鼓逐渐成了苗族心中的神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苗族先民也开始制作和使用鼓，这就是苗鼓的起源。而鼓在战争的应用也被苗族先民传承了下来，而且他们对鼓的使用方法进行创新，使得苗鼓逐渐有了传递情报的作用。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正因为鼓是有节奏的，这样的话在敲鼓的时候它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直接打鼓面那声音，第二个它有个敲边鼓，这边鼓声音也是很大的，通过边鼓和鼓的声音的长短变化呢，就变成了像旗语一样的，就会传达一种命令。你比方说，我要这个埋伏的人出来，我通过鼓声可告诉埋伏人可以出来了。好，我通过一个是什么鼓声，也告诉我你现在可以驾上车撤退。啊，我可以通过鼓声告诉你，啊，你现在你不能停下来，你必须坚持，马上援兵到了，等等等等。据苗族民间故事《苗鼓花令》记述，乾隆末年，湖南和贵州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。为了镇压起义军，清政府派朱龙阿抢占了湘黔边界的康津哨卡，切断了两地的联系。这个情况让起义军首领石咩妹十分着急。当时石咩妹无意间看到有人在打苗鼓，她马上心生一计，于是他借拜年为名，带领几位鼓手打探清军的虚实。他每到一处就更换一套打鼓套路，令清军看得十分过瘾。其实每套鼓点都对应着约定好的信息，通过打鼓，石咩妹将守军的情况传递出去，最终石咩妹也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，端掉了哨卡。在后来的战争中，清军逐渐意识到苗鼓传递的原来是情报，于是他们花了大量精力破译鼓点密码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将领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将密码泄露，从而发动一场精彩的反情报战争。啊，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文献反过来，一个鼓手可以救一个队人。比如说我们根本没有援兵的，哎，我打鼓告诉你说我有援兵，那么听得懂鼓声的人也有，双方都听得懂，敌方也听得懂，正方也听得懂，那么敌方可能就说敌方了，这个时候还援兵到，我看一下我们有多少人，然后他就赶快撤退，啊，这种也像唱空城计一样，这种在苗族战争是比比皆是。到了今天，苗鼓在战争中传递情报的功能呢，已经淡化，但是苗鼓却并没有淡出人们的生活，甚至还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比如苗鼓啊，能帮助年轻人谈恋爱，甚至还能治病。据专家介绍，湘西苗鼓个性独特，历史悠久，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
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苗族博物馆内，保存着一只北宋时期的苗鼓。据专家介绍，这只苗鼓通体不见一颗鼓钉，只用牛筋和木榫固定鼓面，是鼓钉出现之前苗鼓的典型样式。专家说，这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是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历史悠久的见证。直到今天，在湘西地区，无论多么偏僻的苗寨，一般都会建有苗鼓堂。生活中，人们祭祀鼓的场面也非常常见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苗族鼓舞艺术愈加丰富。每逢重大庆典，方圆百里的苗寨都要赶来打鼓。慢慢的，这种庆典还起到了为年轻男女牵线搭桥的作用。那么在这个大型的鼓文化中间，它往往不是一个寨子，它十几个寨子甚至更多的寨子，方圆几十甚至上几百里的人都来赶集一样，都来在一起。那这时候呢，所以整个鼓的场面就非常宏大，非常宏大。这就给这个年轻人呢，就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。鼓的这个整个场面是，它不是一天，而是很长，两天、三天。有些人休息，有些人不休息。那么不休息的这部分，这些年都往往是年轻人，他们利用这个鼓，利用这个鼓声，啊，利用这个篝火，利用这个夜晚，啊，大家来彼此，啊，达到一种和谐。在这样的庆典中，如果有异性踩你的鞋跟或者扯你的衣角，就说明对你有意思；如果两人情投意合，就可以开始一段美好的姻缘了。专家告诉我们，除了能帮年轻人谈恋爱外，苗鼓还有治病的功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个灵魂互动的过程中间啊，人们认为我除了很虔诚的向这个老祖宗奉献我们的祭品，说出我的心里话以外，反过来我们要求老祖宗给我们做了一些保佑庇护。那么比方说我身体不好啊，我的腿脚不灵，我就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。在苗族地区，苗鼓是苗族人民的圣物，是他们精神内核所在。祭祀鼓虽然不能真的治病，但却可以从心理层面获得安慰。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祭鼓的传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。如今，苗鼓已不仅是鼓舞人心的乐器，而且呢，也是苗族人民精神气质的载体。要想了解更多内容，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、微信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，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